当时这个盘呢是贵族用于洗手的，那么贵族一般洗手呢都是用活水，有一个奴隶呢就是拿一个仪倒水啊，一个奴隶呢端着这个盘，然后呢贵族用中间的活水洗手。它这个四边呢是四条龙啊，这是倒水的地方，是个龙口啊，中间这一圈呢都是鱼，这个中间是一个青蛙，这些都是在水里生活的，而且水一进来呢它能感觉到这个青蛙是在转，鱼是在游的啊，特别精美的一件器物。